最近出了一个小车祸，这个也是怎么说，我在中国已经半年多，但是我从来没有车祸，这是我第一次。是吗？哇，那像他，因为他这里比较严重，要没有砸不行，没砸车他不说。哎、啊，对，看看你的手，这里要不要贴个创可贴？贴一个。贴的话就有点那个。妈妈看一下你的手，宝贝。哎呦，小可怜。这里要不要？要，搞一个。搞完了，感觉如何？还行。Hello 哎呀。他们等一下要用灯，应该这样看吧。